遇事不决，打把杰克。机械师，娃娃放这边，人好像是跑下来了。哇，这我都看见了，我感觉我好像复明了呀，我今天不瞎呀。再往里面走就是你儿子的地方了，你的崽好像在这里哦。他的娃娃就放在这里，那不是多送一个娃娃给我？我看见他的娃娃在这里的呀。哎，娃娃呢？娃娃不见了。你的崽在哪里？算了，嘿嘿，这哇塞，完了，出大事。啊，这老哥你没球了吧？那就抓你吧。我老老实实挂上就好了，我想再打一刀。别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误认双刀打起来。哎，过半。可以啊，先送走，让你救人，让你做我。他要去那个洞了。哎，怎么这洞这么难打的吗？我今天蜘蛛也是打不到。切个闪现。不说了，直接闪现了。自己送进来的哈，不是我逼你的。一台，两台都在修，看见了。
最后机械师跑了，你们敢信吗？最后机械师跑了，他的队友全留下了。我最后一个居然被机械师给跑了。娃娃来救的可能是。哎，这个前锋有点可爱，他球拉的还挺好的，他最后还想再撞我一波，然后什么回旋三周半之后，最后还差一厘米的时候没球了，还差一厘米的时候居然没球了。